归卧室摆放衣柜和床，两边只有0.7米，空间拥挤，拿取不方便。不如这样装：一、把床靠窗摆放，床尾做抽拉柜，上方书架好拿取；二、门口整墙大衣柜，所有衣物都归类；三、连接衣柜做书桌，化妆学习好处多。关注我，帮您装好家。